秦岭先生，他说的男人惨叫声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叫罗小安。他怎么了？精神病患，情况很不稳定。对不起，金先生，我是这边的院长，我叫吴克刚。你好，毕姓王。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是是是，医院的病患病情发作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攻击性？哦，这很难说，有些病患会有攻击性，不过我们院里都会隔离处置啊。 你是怀疑凶手是医院的病患？吴院长，麻烦你列一份详细资料，过滤完哪些病患具有攻击性，同时包含在场与不在场的医护人员个人资料给我们解放。我们判断凶手还在医院内，而且可能是医院内其中某一个人。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警方还有问题要请教各位，很抱歉，这么晚了还不能让各位休息。 扣子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？在哪发现的？在尸体旁边。很有可能。哦，对，有没有找到凶刀？没有。
现场除了扣子跟死者留下来骨头之外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根据法医的检验报告，死者的致命伤是脖子大动脉被利器割断，流血过多而死。那有没有查出是哪一种凶器呢？凶器是种很特殊的刀片，很可能是类似手术刀之类的，不过法医老陈他不敢肯定。手术刀？怎么可能会有人拿手术刀当凶器呢？是，我也觉得奇怪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像手术刀之类的刀片很难能够攻击人致人于死，除非在死者毫无预警的情况下。根据现场洗脸台下死者徐雅文遗落的口红来看，我们可以做大胆推论，当时死者在专心化妆的同时，一定没有发现背后人想置他于死地，所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才让凶手有机可乘。这么说我们侦查的范围就可以缩小了，很有可能是那些争风吃醋的医生呢。怎么说？凶刀就是医生所用的手术刀。就算凶刀手术刀，那也未必是医生呢。在医院里，医生、护士或相关工作人员都有机会拿到手术刀，所以问题不在于刀，而在于使用的人。至于凶手杀人动机是不是争风吃醋，那进一步的求证才能做正确的判断。你们都小看他的推理非常正确。现阶段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深入医院了解杀人动机，进一步找到凶手是谁。我们只要找到扣子的主人，也许就可以找到答案。喂，我就是。哎，吴院长是吧？你的资料我已经收到了。哎，对，对，我是想派个护士过去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派护士调查？就是品评啊。我？队长，你没搞错吧？我已经考虑过了。如果我们警方派人到医院去调查，这样子的话，凶手会提高警觉，打草惊蛇。所以呢，不让品评化妆成护士，这样的话，调查工作也会减少阻力。可是队长，凶手很可能还在医院，再加上那些精神病患一个个有着不定时炸弹，品评一个女孩子太危险。是啊，万一品评的身份曝光那就糟了。身份曝光的事情院长已同意保密，我相信不会有第三者知道。至于危险性，我们干警察的就要有面对危险随机应变的能力，女警也是一样的。院长，我是院长。院长，我小姨又发作了，要不要帮她？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
你先去看看血压多少，有没有发烧再做决定。是，院长，罗小安的病历卡是不是在你这？你在我桌上找找看。好，来，请坐。我是院长，我叫吴克刚。吴院长你好，我是黄冰冰，我是林先介绍我来的。林先生？哦，林先生，是是是。我的护士经验不够，还请院长多指教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先写一点个人资料。哦，周小姐，这位是新来的护士。你好，我叫黄冰冰，我叫周喜君。他是病房的护士，怎么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，随便问问。想不到警方派来的护士会这么年轻漂亮吗？哪里，康康，康康，我已经受不了周喜君，他才来两个月，他就这么……就是我们的护士长黄碧君小姐。护士长你好。人长得不错嘛。院长，徐亚文才刚死不久，你就接着找这么漂亮的护士，干嘛这么急呀？医院人手本来就不够啊。我有事要当面跟你谈。好好好，你先到走廊等我。你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事要先处理一下。黄姐，你坐一会儿。新来的护士，嗨，我叫黄冰冰。这上面就是你的床位，你先把行李安顿一下。这一步比大饭店啊将就一点，我们六点钟开饭，自己找饭吃。谢谢护士长。他这里讲话就是这样的。你刚来不知道，护士长对新来的女护士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排斥感。先入为主的排斥感，这就是我妈常告诉我的。太漂亮的女孩子会遭天谴，亚文她就是如此。小丽，你说什么啊？谁是亚文？这跟你刚才提的排斥感有什么？
发生徐亚文这种不幸的事件，我想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，都非常的难过。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这样而影响各位的作息跟工作。今天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，我们多了一位客人，他叫黄平平，是新来的护士，刚来不熟悉，我想暂时不分配他工作，让他跟各位多见习一段日子。现在我们就一块儿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加入。初次踏进这个医院，就感受一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氛。刚死了一个人，好像不曾带给他们任何冲击。除了张小丽之外，没听到有人谈论。每一个人都像是把自己周围孤立起一道城堡，似乎都各自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不太和我这突如其来的外来人谈论。命案的侦查看来隐藏的主力不少，没想到扣子的主人竟然是院长，只有他知道我警察的身份。如果他真的是凶手，那他心里会想什么呢？人到底是谁杀的？真的会是小丽所说的护士长吗？或是眼前其中的某一个人？什么？保险公司对于我们医院这次火灾的保险金额竟然削减四成，还剩800万？护士长告诉我，保险公司还派个调查员来我们医院。什么时候？不知道。这种事情，保险公司例行会派人来看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呢？事情到这种地步了，再说，反正我自有安排。我先走。来上班工作啊。你一点也不像护士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哼，你少装蒜。你跟院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了院长这么多年了，我就从来没看过他这么迁就一个新来的小护士。你说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？我有个叔叔跟院长是朋友，是他介绍我来的。护士长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朋友介绍？对啊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朋友介绍来的，我们医院可不需要实习护士，你来了就是要工作。这女人醋劲可真大。慢慢喝，好。还不再一点？
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每次发作的时候，胸口都好像要爆炸似的？那股冲动会令我想杀人，我都控制不了自己啊。我也觉得奇怪，你不过是脑神经衰弱而已，没有关系的，定期吃药就会好的。怡君啊，加班了，早点去啊。泽清，我们该面对面谈一下。对不起，我下班了。慢着，我不懂你为什么告诉顾早说你要毁了我。那个女人对你倒挺忠心的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没错，我要一步一步的毁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毁了一个女人的幸福，这个女人就是我妹妹周奇薇。目前涉案可疑者：院长吴克刚，护士长黄碧君；行踪可疑者，护士周奇君，杂工，老外。不过凶手也很有可能是那位护士长，而且他杀人的动机和理由比院长还具体。因为死者曾经和他争吵过，而且又夺他男朋友，以他这种为一个男人等上十年的女人，杀人的动机十分充足，只是没有证据而已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没有证据，就算你有再充足的理由，也没有办法让凶手俯首认罪。这件命案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取证。队长，目前只有吴院长有物证在我们手里，是不是我们先报请检察官将他收押做笔录，再慢慢突破他的心房供出凶案呢？是可以考虑这么做。我反对。冰冰，你有什么高见？我认为我们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，先入为主，认为只要找到扣子的主人就能找到凶手。冰冰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根据我在院长衣橱中比对结果，所掉落的扣子是右手的扣子。依照人体力学习惯性来说，当一个右手持刀的凶手攻击时，一定是以左手为辅，右手为主。哎，不要开玩笑啊！大家想想看，掉落的怎么会是右手的扣子呢？应该是左手才对啊。这是我们当初不了解时推理上的盲点。还有，从墙上的血迹来看，死者遇害的地点是在洗脸台附近，怎么可能扣子会掉浴室呢？这一点当初怎么没想到呢？因为洗脸台和浴室之间相隔不远，又在同一个环境里，我们会有一种错觉，以为是在同一个现场。啊，对对对，如果品行推断不错的话，那这个凶手杀人之后最主要还有一个目的，嫁祸。嫁祸给吴院长？平平啊，依你看谁会这么做？这个问题我已经苦思好久，都没有结论。会不会是你调查报告中其他几个可疑的人？肯定是那杂工老歪。会是他？怎么说呢？医院资料里，八年前他也是个精神病患，后来痊愈之后呢，才当杂工。在去年院方经费不足的时候，吴院长潜在名单里有他，为此他还和吴院长动手。他心里一直认为医院是他的家。另外他有一个毛病，偷窥。偷窥？
过徐亚文教训之后，我再也不相信什么承诺，都是假的。十年了，3600多个日子的煎熬，我为的是什么？我图的是什么？不要再提了，医院已经发生了火灾，又出了命案，再加上周奇俊的事情，已经够我烦的了。我哪有心情再谈这些啊？你还是这个样子，永远把你自己的事情排在最前头，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？好，既然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，那我就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已经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我放在你心里？你说呀！碧君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好，你不说是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这家医院出了再大的纰漏，只要我父亲在老股东面前的一句话，还是照样可以做你的院长。可是如果在3天之内，你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有任何后果，你自己负责。给院长的人是他。面前来骂我，而且你偷了我私人的卷宗，你已经犯了医院的院规了。你跟我来这套，护士的工作我可以不受，这两个月来我等着就要这一天。你听我解释，你放开我，我手上卷宗可以证明，你昧着良心我生生的毁了一个女人的幸福，害得她死不如死，我还没命来。周小姐，你不要激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妹因为太用功念书，而导致神经衰弱，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病，却在经过一次手术之后，居然变成一个不会听、不会说、不能思想的植物人，而这一切全都是她手造成的。最可悲的是，当时我人在国外，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唯一的亲人，居然会变成一个植物人。你妹妹开刀的事情你不知道？我完全不知道，我不懂医院有什么理由要替我妹妹做脑部手术啊。齐军，院长不是要故意害你妹妹，他还想彻底治疗她的头痛症呢。那他没有理由拿我妹妹当试验品啊。你听我解释啊，你妹妹不止患有精神衰弱，同时还患有脑神经萎缩症状，当时我为了彻底解决这问题，所以才征求他的同意替他施行脑部手术。你要相信院长，他是这方面的权威啊。狗屁权威，你知道吗？我妹妹今天会同意开刀，是因为她心里爱着他的。
他能说话吗？他不会说话。我是在他写满你名字的纸条上才发现。吴可可，你既然敢问，为什么不敢承认后果？你卑鄙，没良心！出了事之后，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呢？你说，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呢？你知道吗？当我写上你名字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是多么的感动，而我都想要原谅你。他到现在还那么爱你，你就爱一夜的祸是玩爱情游戏。吴可可，你告诉我，我能原谅你吗？我妹妹的心一定要用你的命来赔。吃的是什么药？我看跟药没什么关系吧。他一看周小姐跟你哭哭啼啼的，他就疯了。周小姐可是他的孟清纯姻人呐。很好笑是不是？要由你来教导我这个做大哥如何分析病人的心理，还是要我现在就把院长的位置让给你？这些事都是命运，要怪只能怪我今天太冲动。吴院长相信你一定很难过，我不是有心要伤害他的。我是他弟弟，我没有感觉你有什么做的不对。要真情流露，没有人会怪你。真的？那我就放心多了。在这啊？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齐军，齐军，你找我？我今天看你的样子，我很担心，所以，对不起，我真是……好，别说了，我们都知道。天凉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，他才会想不开。
是我害死，是我害死院长的。我在书房的窗下发现一只鞋子，奇怪，屋子里面并没有打斗痕迹，而且门又是反锁，会不会是自杀？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找不到遗失物，看起来不像是自杀，也许是凶手趁死者不注意的时候将他推下楼，然后又将门反锁逃走。不可能的，没死之前我就一直坐在楼梯口，有人进出的话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护士长，那你坐在楼梯口做什么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知道他心情不好，所以来找他，可是我敲了半天的门，他就是不开，他就只有坐在楼梯口了。那你等了多久？差不多20几分钟。没有遗书，没有打斗痕迹，门又是反锁，甚至在20分钟以内没有任何人进出。如果是他杀的话，难道凶手是幽灵？将人推下楼以后就消失了。我想可能是死者一时想不开，忘记写遗书，就跳楼自杀了。各位，我们判断院长可能是跳楼自杀的，如果没事的话，各位请早点休息。你跟师叔说，我们再找找。我找了一个人上清楚，我明天就走。明天？你真的请明天啊？被平平料中，不是自杀，是一张谋杀案。我还是不懂，平平问我有没有从床上掉下来的经验，这很平常啊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一个翻身掉下来，很正常的。答案就在这里，你再想想看。齐军，你在里面吗？齐军，齐军。在里面，齐军不在宿舍，所以我想他。他怎么了？哦，他自责太深昏过去了，我就把他扶到谢院长室来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你一定很无聊，我陪你聊天好了。啊，好。你认为院长他是自杀的吗？警方说是自杀的呀。你说呢？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手上有本推理小说，所以我想你一定有很独特的见解。啊，你很喜欢推理吗？是啊，所以想和你切磋。我觉得院长的自杀有疑点。你发现什么？我认为这是一桩谋杀案，理由很简单，那位想自杀的人，他所下的决心一定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。当他想要跳下去的时候，他绝对不可能故意留下一只鞋，你同意吗？另外，茶几上有两个杯子，显然院长在临死之前有人来过，那个人就是凶手。你的推理虽然精彩，可是警方却说是自杀的，你怎么说呢？难道说真有一个幽灵凶手不成吗？那是凶手狡猾，使了诡计，
想瞒骗警方。什么诡计啊？你怎么那么肯定呢？我不但肯定，而且我还知道凶手是医院里的人。谁？小安？那个疯子？不，他没疯，只是有人将他的药换了，想让他发疯，只可惜你诡计没达成。而想要换药的人就是你，小安不过是你这道上岸的工具罢了。真正凶手不是小安，是你。真正凶手不是小安，是你。黄小姐，你也太会开玩笑了，我怎么会是凶手呢？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。不是想象力，是正确的判断。你不服气？好，你说下去啊。我是怎么把院长杀掉的？当时我是跟周小姐在一起，你也在现场吗？如果我断定没错的话，你当时在院长家正和院长为了一项阴谋而发生争执，于是你就用乙醚将院长给迷昏了。乙醚？你在说胡言什么？刚才我在院长家将你随身携带的乙醚药瓶放在柜子上，我看到你偷偷摸摸的把它藏起来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那是你和周喜君在庭院时想对他不轨所丢弃的，而你之所以会将它收起来，不是因为你忘了，而是你做贼心虚下意识的行为。因为你就是用乙醚将院长麻醉了，就像你麻醉了周喜君一样。你不要怕，我不会强暴你，我只要检查你有没有录音机而已。你的听力越来越感兴趣，说下去，继续说下去啊。有兴趣？好，当时你正要下手，也许是因为骨肉关系，也许是异想天开，你改变了做法，你将院长搬到窗外的楼板上去，然后收拾房间，将门反锁，走出院长家。正好你的运气不错，你刚走出去，护士长就来了。当院长的麻醉力一过，在迷迷糊糊中起身搬动，根本分不清环境的情况下，就坠楼了。而你当时正和齐军在一起，有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吴少刚，你认为我的推理还有什么疏漏的需要补充说明呢？黄小姐，你太谦虚了，你的推理正确的，就好像这件命案是你来策划我来执行而已啊。没错，因为我哥哥已经怀疑我了，所以我要及早下手啊。我已经决定不拿保险公司的钱。你一定要把我抖出来是不是？我不会把你扯进来。废话，火是我烧的，我只是不想再错下去。你是一心要维护你吴大医师的名誉而已。我怎么会害你呢？对了，小安的药明明是我开的，怎么会出问题呢？是你把药换了是不是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当院长是不是？你一定敢跟他们出手？我懂，你把小安弄疯的目的是借刀杀人。你想杀我？你想杀我？你为什么想杀我？你为什么想杀我？徐雅文护士也是你杀的吧？警方在现场发现的扣子只不过是你阴谋的一部分，你想嫁祸给院长？没错，因为他知道太多了。当我跟我哥哥说火灾的火是我放的时候，他不应该在现场啊。什么放火烧医院？推理先锋应该结束了。我的结论是，你的推理太精彩，
你做护士太可惜了，你应该去做女警嘛。你现在一定在想怎么逃出去，去告诉警方。可是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的结论是你错了，我本来就是个女警，为了侦破这命案，我才假扮成护士，设下这陷阱，完整的录下你的供词。启军，启军，你可以起来了，快去开门。妹妹，中了，电话打去有录音带，他告诉你。中。妹妹，真有你的，过来。电话打录机，想不到吧？顺便提示你的罪状，你连续两次蓄意杀人，恶行重大，法官可能会判你死刑的。那继母的求证才能做正确的判断。小雷，这件命案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取证。好，对，多顺。顺便提示你的罪状，你连续两次恶意谋杀，恶行重大，可罚。于是。这样的我已经锁门倒了。看到从前那些朋友，我真的，我还没